身随意动，身法合一，冒赤上下摇曳，角色思绪万千。冒赤功是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严逢春首创，这种技巧是通过甩脚让冒赤上下闪动，前后转动，将戏剧人物的情绪和心理活动外化可见，生动有趣，富有感染力，这是蒲炬大师留下的传世瑰宝。甩帽翅和象翅一样道理，不要在头上动，拿身上去带动，绝对是妖劲。帽翅功考验的是演员灵活调动肌肉的能力，将意志集中在两片帽翅上，轻巧发力，上下摆动，配合戏中情境、步伐，一摇一晃间，功夫尽显。